让他干他的，你再拿钱。这个气功了。给我一个这么多年我在工地上给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这样，一家人搞那个家族企业啊，十个有九个内矛盾太多。是为什么？你也觉得哎，他是我大哥，我想在他手里面占点便宜，他是我什么亲戚，我想跟他手里面占点，好像都有这个感觉，想当老大一样。嗯，谁都不敢说他。就是跟我这么多年，我从十六岁就跑工地，给我的好像一个很多人搞这个家族企业都没搞到好的下场。对，每个人都想去多做事，多挣点啥，多拿钱。哎，干事也是吊儿郎当的。哎，是是是，他拿钱的时候他就很积极，但是说是有事情的时候呢，他总是就是有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就开始公私分明了。对，就是哎呀，然后那个技工干什么的，但是说是分钱的时候，想去接项目的时候，哎呀，他的亲情就来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嘛，然后怎么怎么样，当时说的好好的。我跟你讲，我姐夫用人啊，他兄弟也有几个啊，他的姐夫在我们那里可以说是也是上千万的家产。哦，也是自己开的铁厂。嗯嗯，反正我姐夫跟他投的资金去，什么不管，只是分红，不参与任何东西。啊，因为我姐夫也有兄弟也有几个，为什么不带着他一块搞？如果那个绑着你包给人，他也是搞包给人家一个，像外面人想了，为什么不包给自己亲人亲兄弟搞呢？为什么要包给外面的人搞呢？他就从来不用自亲人，自亲人意思是没钱，或者你贫困差一点，我拼你一万两万是另外一回事，拼你几千万又是，但是做事他从来不要自亲人的一起。哦，那你这算是例外哦。我是跟他管理的不一样了，但是我从他手里面拿活做的话，不给你。啊，还有这么一说法。是，他说假如哦，我要帮你或者要什么，我拼你一点钱都可以。哦，他说因为这个情节当中，我假如他叫我来做，我是兄弟，他自己还有兄弟的。啊，是是是，那就分不均了。分不均了，活多活少人多。是啊，这搞过来，哎呀，反正管理人家又不好管理，哎呀，老板是我什么亲戚啊，什么啊，啥啥。是是是。大家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钢筋场地，然后呢，这边呢是要做一个钢筋加工棚，然后呢要挖四个孔。一开始呢，因为是我们先是这个打地坪之后呢才出的这个方案，所以说呢，如果说他是先出方案的话，我们呢就会在这个地上啊留出来这一个空洞。啊，就是说至少说是我们地上啊下面是土地，我们一圈呢给它圈起来，不会说是现在先打啊再给它用这个啊电机电镐再给它搞个洞，这样的话是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啊孔洞呢是这个长乘以宽都是50公分，深度呢是70公分，然后呢里边将来是要浇混凝土啊预埋铁件浇筑进去。看一下，啊，这个用起来比较快。它上面是那个压了那个什么平整场地的时候那个车碾来压去的嘛，所以说都非常的坚硬。什么时候挖土还不知道啊。这个是电镐，什么是电镐呢？我们看一下啊。哎呦，它就是一个电机，然后呢电机有一个那个天轮，天心轮之后呢上面有个轴，它就是旋转一圈，它把前面的轴先往回拉，再往前送，就这样往复运动，然后呢对这个地面进行一个冲击这个啥，你看啊，地面上画的这个线，
力度相当大。啊，这个就是那个预埋铁件，这个是按照图纸去做的。如果大家呢对这个图纸啊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把那个图纸的电子版发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啊铁件加上这个厂工棚这些啊费用呢是17600。好，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我现在是用手机来拍摄的，然后我现在呢同时在拿着相机来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防抖云台它的一个功能。你们两个的身材都差不多，看一下，这个就是我防抖云台。你看啊，我拿着这个轴我在转动，但是我的这个手机屏幕呢是不会动的，然后呢我再去动，屏幕只是很顺滑的在动。还有这个，我给它这个竖起来往上走，你看屏幕还依然是保持一个这个别超过它的范围的。啊，起了。去那个边上我们看一下我的相机啊，就是可能就是有点抖动啊，但是你看啊，同样一段视频，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相机拍出来的和手机拍出来的效果肯定就是不一样的啊。场地接触里边有两个戴红帽的，他们在用全战仪正在这个什么打坐标点测量。那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号塔吊，也是昨晚上浇装，现在是在保养。一个手，两个手各拿一个，两个手各拿一个，然后再看看这个手。一手一个，然后呢就跟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效果。这堆木方哦，就是我们在工地上，那边隔壁工地长买的那个废旧的二手木方。就这些是840根，按800根给我们算的，啊，费用呢是4400块钱。这个成本啊，我们先买了10张成本。这个成本呢是用来，成本是用来做那个塔吊基础上面那个脊髓井的那个小啊模板的，买了10张。这个呢是买的那个广西的板子，价位呢是37一张，当时我们本来说要去买那个二手的模板呢，是35一张，35就35嘛。然后我们要挑选一下嘛，比如说边上啊有这个烂角烂边面层比较差的，我就说给。